大家好，这里是初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根猛货，那毫无疑问是今年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根镜头，那非常非常的棒，在两三年前完全是无法想象的，它就是超山五画幅的智讷 50T2.9 1.8 倍挤压率的宽银幕变形镜头。那智讷就是过去常被我称为智爽的那个牌子，当时只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叫 Great Joy， 也查不到中文名字，但是这个品牌的官方名字叫智讷，这并不是智讷的第一根镜头，去年他曾发布过60毫米的 T2.9 1.33 倍的微单全幅变形头，以及一个 1.35 倍的变形转接镜，那组合在一起就是 1.8 倍的变形镜头。但我错误的购买了索尼的一卡口，裁切后分辨率比较低，无法喷水，没怎么使用呢。那 1.8 倍和 1.5 倍 1.6 倍挤压率变形头最大的不同，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更加明显的瀑布虚化背景，更扁的椭圆形的虚化光点，那同焦段下更广的视角也意味着虚化效果更加明显。那 1.8 倍和2倍算是超宽变形镜头，很多用变形头拍的电影一般都是使用的 1.8 或者2倍，那变形镜头的变形挤压率越大味道也就越重，但是缺点就是 1.8 倍或者2倍对微单来说并不算友好，我相信这种价位的变形头微单使用者会占更多一些，很大一部分。那挤压率越大的变形头，传感器的高度就越重要。那大部分微单其实只能拍摄16:9的视频，最合适的变形率是 1.33 倍，因为16乘以 1.33 除以9大概就是 2.4， 也就是 CinemaScope 的 2.4:1 的宽银幕电影格式。那我们使用变形镜头的大部分时候，最终输出格式也都是为了 2.4:1 的宽银幕电影格式。那 1.8 倍的变形头如果完全不浪费，需要4:3的传感器的格式，比如 M13 微单才能转换成 2.4:1 的输出格式。可惜市面上目前只有 M13 的传感器是4:3的比例，那面积太小了。那智讷号称是 S35 格式的镜头，也就是 APS-C， 可以完全覆盖 S1、SEH、S5 上的4:3的超山五变形模式，但实际上如果用这根镜头来拍照的话，比如这里是 S5 的3:2的全画幅模式，智讷50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部分的面积，只有视角会有那么一点点暗角。那我这里选择了一个比较实际的场景给你展示，也是为了让你看到这根镜头的形变的状态。如果你是用 SEH 或者国造的全幅的3:2的开门模式来拍摄，那后期裁切中央的4:3的区域，然后做 1.8 倍的挤压或拉伸，那覆盖应该没有很大问题。这就是智讷50非常屌的地方，它的体积不大，但是成像圈很大。那厂家宣传的超三五确实是有点保守了。那开头的短片版我都使用的是松下 S5 的 6K 4:3的视频抠图模式拍摄的，分辨率达到了4992×3744，远高于 4K 分辨率，垂直像素的3744除以 S5 的传感器的4000的垂直总像素，大概使用了93%的传感器的高度。那使用 6K 的视频抠图模式，基本上看不到暗角，形变也稍微好一些，同时非常接近全幅的高度。如果我们使用 S5 的16:9的常规模式来测试智讷50，那在反挤压后得到的画幅的长宽比是3:2:1，在裁切中央的部分到2:4:1的宽银幕格式，那两边就会丢掉很多。那不管是高度还是宽度的视角，都不如 S5 的 6K 4:3的视频抠图模式。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 SEH 或者国造，那就使用开门模式，那裁到你觉得合适的范围。但我总感觉变形镜头得有点形变或者暗角才性感。那传感器的面积越大，对于变形头来说，只要能够覆盖，往往能够拍出更浅的景深，因为你需要离被拍摄物体更近嘛，那背景虚化就更明显，自然瀑布背景也就更明显了。比如在 M13 传感器上，为了得到同样的构图，你就需要远离被拍摄物体，那背景虚化就会下降，和使用球面镜头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了。那喜欢初哥或初哥视频的射手，别忘了点赞关注
注和大量的转发。智乐的最近对焦距离是 0.7 米，这算是 51.8 倍变形头比较标准的参数吧。智乐的重量大概是1公斤，控制的其实是非常的不错。那相对于 Vision 的50全幅变形头，看上去体积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手感是差很多。那 Vision 很明显非常的重，和微单搭配非常不协调。那 Vision 的内部机械部分依然是世界级大师级的杰作，那过几天我可能会出一些 Vision 和智乐的画质的对比。而思锐的 51.6 倍的变形头重量和智乐差不多，但体积要更大一些，感觉上有点发胖。智乐在体积和重量上感觉和微单是非常平衡的，那微单就算裸奔也不会感觉到不协调。那智乐的对焦环是270度的行程，光圈环是99度，那光圈也有11片，前滤镜视口是82毫米，可以使用各种旋转的可变 ND。 那我对智乐50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光晕，和市面上很多变形头不同的是，它的光晕控制的是非常好。水平纳斯光晕并不像大部分变形头那样满屏都是纳斯光晕，那智乐50在实拍中的纳斯非常的轻微，颜色也不错，比较淡雅，那比较浅，不是非常显眼，很多比较强的光点根本就不纳斯。它的光晕中那种球面镜的环形光晕反而倒是更加的明显，那总体上看起来就是非常对我的胃口。当然有可能很多射手非常喜欢纳斯，口味很重很重，那智乐50可能对你来说就有点寡淡了。那大部分 1.8 倍的变形头的光圈全开时的画质都不会很锐，甚至比较肉，同时会出现大量的色散，特别有很多变形头独有的那种重影二线性的现象。那智乐50的最大光圈只有 T2.9 不算大，但作为 1.8 倍的镜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全开光圈这么锐的 1.8 倍头。厂家说这根镜头的锐度调是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锐。那就算在 0.7 米的最近对焦距离，智乐50也非常的锐，无限远那就更锐了。那我这里的 S5 的 Vlog 的锐度还设定的是最小值，也挡不住锐出翔的本质。那实际上大部分视频射手在尝试使用变形头时，可能还是无法接受大部分那种变形头的艺术感很强、瑕疵一大堆的特性。那厂家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他们这套产品可能更多的是面向爱好者、小成本视频制作团队等等。同时智乐50不管是前景还是后景的虚化光点的边缘的红边或者绿边的色散都控制得非常非常好，很轻微的比很多球面定焦头都还要好，那性能很吓人。很多大逆光的片段里根本就看不到明显的色散我感觉我吹的是有点过了。那很多变形头吧，特别 1.8 倍两倍的镜头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对焦呼吸，那变形头的对焦呼吸也可以算作是变形头的特色之一。那智乐50确实也存在对焦呼吸，其实任何镜头都存在对焦呼吸，但是如果你的对焦变换比较慢的话，它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对焦呼吸，特别你的背景如果比较远，那对焦呼吸几乎就察觉不到了。但是这个视频的背景离电影放映机大概只有 1.5 米，算是比较近了，其实呼吸控制的也算是异常的出色。同时你加速播放这个对焦呼吸的片段，还能明显的感觉到视角的轻微的亮度的改变，那智乐50在最近对焦距离的暗角要更严重一些。当然这和我的传感器画幅的选择偏大有关系，但是很多镜头其实都有这种常见的特性。那智乐50的前景的虚化光点非常的椭圆，那背景的虚化光点中央还算是圆，而四周的光点稍微有一点不是非常对称，被拍摄的物体离相机稍微远一些，虚化光点更多的是菱形，只有被拍摄物体比较靠近相机的时候，那虚化光点才会越来越圆。总体来说，相对于很多经典的变形头或者自己组装的变形头，它的整个画面的压缩感是比较统一的，那边缘不会比中央压缩的更紧，也就是如果把物体放在画幅的边缘也不会感觉到形变很明显。那智乐50呈现出的是整形形变，但我其实更喜欢桶形形变，那反正形变也是变形镜头的特色之一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镜头瑕疵放在变形镜头上都会变成特色，成了为艺术而献身的加分项。那智乐50和思锐脑蛙的变形头不同的是，它有 PO 卡口、EF 卡口和几乎所有的微单卡口的版本。PO 卡口的售价是1699美元，可以更换 EF 卡口，而 EF 卡口是1599美元，不能更换 PO 卡口。那微单卡口的售价都是1399美元，在首发时还会有优惠。
我当然推荐的是 EF 卡口，毕竟可以万能转接到各种微单，这样也方便你未来在海鲜市场上贩卖。但和球面镜头转接不同的是，手动的球面镜头只要转接环能保证无限远对焦都没有很大问题，只是镜头焦距的刻度可能不准。但是微单吧，现在都是实时取景拍摄，对于大部分摄手来说没有任何的障碍。可是变形镜头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只要有一部分没有精确对焦，整个画面锐度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是自己组装的变形镜头，每一部分你其实是可以单独调节对焦的，但是整体镜缺不行，所以使用变形镜头转接环必须保持精确的法兰距。如果转接环太长太短，甚至会造成无法顺利成像的问题。比如说你我把智乐50转接到 GH6 上，用了一个廉价的转接环，那全程始终无法找到焦点。如果你只用一个牌子的微单，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那微单卡口目前来说还是最保险的选择。如果你购买的是 EF 卡口或者 PO 卡口，你发现画质非常的不锐，那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你的转接环出了问题。那同时智乐50的后段的设计很容易让他想到，其实它是一根微单卡口的原生设计镜头，但是它的光圈不大，后出光孔比较小，那 PO 或者 EF 版本只是被砍了屁股，所以才会伸出这么可爱的一小节。这一节其实对我的困扰是蛮大的，首先所有的土豪环增光减焦环就没戏了，然后在 RED 的 DSM2 的超35机器上，比如双子星或者 Qnian， 它的屁股伸出来的直径太大，无法穿过 RED 超35的 EF 卡口的窗口，导致无法使用。但是 RED 的 PL 卡口貌似就没有这个窗口，如果你计划在 RED DSM2 上使用的话，最好购买 PL 卡口的版本，或者你的 RED 的 EF 卡口是 Vista Vision 的版本，应该就能装上。还有如果你的机器有内置的 ND， 也要考虑一下到底这个小屁股会不会阻碍 ND 的工作。索尼的 FS5 FX6 转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BMPCC6K 4K C200 C300 这种原生 EF 卡口的机器就需要厂家未来提供更多的适配信息。同时厂家告诉我，由于镜头后段的底座和光圈叶片几乎是极限相切的设计，那这种设计非常的紧凑，就造成了镜头可能在光圈全开时也会有一些叶片没有完全打开，这就会对虚化光点的形状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精确的梯值。但在实际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光点的形状有任何问题，可惜很多摄影师同时也是杠精，那仔细观察后还是能看出这个问题对光点形状的微弱影响。如果给镜头装上一个比如说正式的屈光镜，拉近最近对焦距离，那光圈也全开时的问题就会比较明显了。那不知道量产版本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这对实际的拍摄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变形镜头有很多不同的设计，智乐50应该是用的比较简单的联动同步对焦设计，那在对焦的过程中无限远或者比较远的变形挤压率大概是 1.8 倍，比如2米以上，但在最近对焦距离比较近的距离吧，大概变形率就变成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1.68 到 1.7 倍吧。比如画幅中的圆形慢慢的就不是很圆了，这个问题在联动的变形头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厂家说未来别的焦段的变形头在体积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会解决这一问题，那就在未来几个月吧，智乐还会推出35毫米和85毫米的 1.8 倍的变形镜头，让它们成为一套。智乐50作为 1.8 倍的变形头，是一根精心设计控制了所有变量的镜头，由于控制的太好了，反而少了一些变形头应该有的艺术特性，不是恒定挤压率也有一点点遗憾。它的定价算是真的白菜价，非常非常低。当然它的低售价和小体积换来的就是 T2.9 的光圈，如果智乐50有 T2 或者 T2.1 的光圈吧，体积和价格肯定都会飙升，但是就算涨到3000-4000美刀也算是千值万值的选择，毕竟有大个 Vision 在后面垫背，大光圈变形头的瀑布背景才会更加明显，而且这好像也是国产变形头目前比较欠缺的一部分。但是它这么小的体积，重量这么轻，关键是 1.8 倍，对于众多射手来说这是更加实用的选择，特别它还有 EFPL 卡口，让它适配的机器会海量的增加，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可能会是我今年最喜欢的镜头，能够带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插在任何机器上激情的喷水。